是，今天远方的奈泽黑面琵鹭，我是在3月22号上午9点多的时候，在顶山与西表中间的一个余温土堤上发现它，觉得它走路还很正常，只是翅膀张不开，我就觉得有问题，想要过去抢救它，结果呢，我边追他边跑，结果都追不到，所以呢，我就赶快打电话给特生王先生，王先生就一听到5分钟就赶过来，因为特生就在七股很近，所以他直接赶过来，然后拿了2个网子，我们呢一边一个把他围捕，然后把他救上来，救上来之后由特生王先生呢，王大哥就直接送到慈爱医院，然后用慈爱医院的医生呢，就把他抢救，一直到今天终于他康复了，现在正是黑面琵鹭北返的季节，所以呢，就以今天就选择今天把他下午4点的时候把他野放了，他刚出笼的时候呢，从笼子里面出来呢。有一点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了，就在那个顶山的保护区呢，在那边走动然后停了一下，然后就起飞，起飞先飞得很远，然后再又回来，跟我们依依不舍的说再见，所以非常感动。